Hello，大家好。那我们这一次哦，就是一次要来拆三包。那我们一样打开了，我们就直接来拆吧。来，酷爆小刺怪、喜鹊伙伴、高级球、夜影披风。哦，七七星鸟，好漂亮，蛮可爱的。这个 AR 卡，然后跟超梦的 V 卡。哎呦，小菊儿的璀璨，哇，中大卡了！这张是大卡。好了，这个直接就上套，直接上卡套。小菊儿，我上一个比较那个好了。比较大一点，卡去三高卡，还有中大奖了，好不好？这张小菊儿的璀璨，真的蛮不错的，而且卡框看起来还蛮好的哦。应该是没有什么瑕疵了。好，我们直接连卡夹也上去。好，OK，中大奖了。好，然后我们超梦也放一下，看这个七夕情鸟。超梦也不错，来下一包。拉蒂亚斯、南瓜精、元法师、鬼角鹿 V、阿布苏鲁、老大指令、神奥伙伴。哦哟，神奥伙伴，这个神奥伙伴是，就是那叫什么？雪花伞。OK，那就把它放一下。可惜不是全图啊，全图就完美了。鬼角鹿，这还不说我就不放。好了，最后一包。夜巡礼、偷耳狸、喜鹊城中球、爆香园 P Star。百变怪，还有光辉出来了，光辉的甲贺忍蛙好像不太好，爆香园，B Star，然后甲贺忍蛙，龙龙羊，OK，好吧。反正我觉得就赚了，开到大奖，小菊儿，好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好，那我们重新回顾一下这个主要开到几张，我觉得还不错的卡，那就是小菊儿嘛，然后鬼角鹿这个超梦了。然后光辉的人物，甲贺忍蛙还蛮漂亮的，光辉的，它是光辉卡还蛮漂亮。然后神奥伙伴，好啦，那一样就是大家观看次数多，我们就继续把剩下的开完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